月13日在韩国播出的 KBS 旗下的节目《音乐银行》中 ，Nugent 的新歌《Ditto》成为一月第二周的候补。结果显示，获得一位的是 Nugent， 但是因美国航班混乱而未能回国的 Nugent 无法出演直播节目。Nugent 原定于1月12日结束海外行程后返回韩国，但由于美国当地计算机系统出现故障，出现大量航班延误和取消，使得无法按计划回国。1月14日 Nugent 才安全回到韩国，重新开始消化预定行程。 Ditto 和 OMG 在中国最大的音乐网站 QQ 音乐的新歌榜上排名第二和第三。自去年7月无预警出道至今，Nugent 的种种表现已经证明了他们已经攻下了流行的高地，成为下一个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女团或许只是时间问题。实验性的概念模式冲破了女团固有模板，为审美疲劳的 Girl Crush 女团输送去一股清流。